谢谢大人。哎，我说大人呐、啊，你这时阵也袂困？不是，你那把武器有买 DLC 就可以有吗？因为我那把武器真的太帅了，我想要一把。我只要买 DLC 就有吗？我决定我要买 DLC，为了那一把武器，那把武器真的太帅。好，我决定买 DLC 了，太酷了，太酷了！啊，你还有一个，那你还有一个那个秘法的那个，不是，那个是贵族的套装，是也是后期可以拿得到吗？还是那 Welcome 也 home, 是要 good hunter. DLC 才可以拿得到？What is it? Farewell, good hunter.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May 就是他，一模一样啊！我觉得太酷了。哎，衣服好像都拿不到什么好的哦。我慢慢买一把步枪嘛，算它攻击真的很低。Welcome home, good hunter. What is it you desire? Very well, let me. 我比较真的，哎，不用酷炫舞，我靠，哎，小六那个 level 真的学不了，这个就等于是什么知道吗？俺要逼鸡腿，你知道吗？俺就逼鸡腿。那我应该要，就是那个九。本片蛮后面哦，了解。那像这个在点的时候，我应该怎么做取舍会比较好？力量好像就是加攻击，也是加物防，秘法也加物防，不是吧？我想拿那个棒棒糖的那个，那个超酷的。走位有自信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走位很没有自信，请介绍一个走位那个傻逼戳鬼适合的配点法。Hello，早安。力量型，力量点到20。罗猫刚起床，没有，是还没睡。而且哦，我还在吃早餐呢，你信不信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被窝一直想着我那1万多点，然后我就睡不好了，真是很伤心。教会之唇。还好，没有很喜欢。哎、欸，我们买一个矛来玩玩看，好不好？步枪矛。好，那我们就主力量。鱼斧头还蛮不错的，攻速也不慢，然后打起来也蛮快。真的菜菜脸是。我现在的满足感就是在于小怪打得赢，我就觉得很棒了。其他我都不求，我真的不求。买一个这个来玩玩。糖毛，
那我还差什么？我不能拿啦，你没的嘞。你说黑暗灵魂哦，也可以啊。可是我打得很烂，我顶多就是我可以打打小怪，然后 boss 要靠别人打。Very well, let me. 我就是喜欢斧头的那个扫荡。没有，我现在是打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开实况如果太没有进度的话，观众看起来会不耐烦。可是如果你有想玩这个游戏的话，那么就是我来打小怪，然后打完的时候再请观众来，然后之后我再用我自己的方式，我在没有开实况的时候再来继续玩这款游戏。宝箱，宝箱在哪？有宝箱吗？这样子的话呢，观众既不会觉得不耐烦，我又可以玩我想玩的，你看很棒吗？哦，干是解药，不爽。我那个级别真的蛮狠的。所以我现在要去哪里？你们有人知道吗？没有啊，没有路啊。哦，你要去上班了。哇，下一个王美你不行啊，大哥。哦，有有有，那个我有触发到。那个我有触发到。拜拜拜拜。辛苦你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你看，没有你，怎么还在吃屎呢？真的是，天哪，吃屎吃得很开心，这不是办法。我们要走哪里啊？这游戏最大的致命点就是在于，咱们，Hello，Hello， 大家都慢慢陆陆续续的起床欸，只有我陆陆续续的睡觉，怎么回事？我一直走这里。欸，这里有一条路，你看，没路了。我需要的是睡眠。我也这么想。阿伯，你走这里吗？哦，你是夜班不是？对，夜猫只有我的意思。这家伙伤心了。化解。掉个屁。叫声还蛮可怕的。耶！哦，这中毒中很久哎。哎，我真的不晓得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，有人知道吗？
这游戏最麻烦的就是他没有告诉你路要怎么走。哎呦，愁死我了！这里有灯。Is here? 其实主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、欸、好问题，首先咱们必须得先找到主教。哎呀，这个迷路迷死我啦。主教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主角到底在哪里？好迷路，好迷路，我真的迷路了。在大教堂区那边，我们现在是在大教堂区吗？我要怎么看在哪里？重点是我们不知道哪边是大教堂区。我们现在。我们刚刚打那个的地方就是大教堂区，对不对？这游戏想累死我，没有说在哪。还有小巷找巫婆。那我们去大教堂去好了。好，所以这里不是大教堂区吗？天哪、啊，这个要是没有攻略得怎么玩啊？这个也太难了吧！武器不猛就不值得。你们第一次是怎么知道说要去大教堂区啊？迷路血缘诅咒地图，了解。手枪比喇叭枪的拔枪速度更快。哎、欸，这个以前你们是好煞气哦。这边就是大教堂区，对吧？
不要吵，烂妞妞。我知道了，就是这里。嗯，是那个电梯上去吗？我今天完全不晓得路在哪了，大家说哪就哪吧。小六真的是很厉害的玩家哎，他可以。他什么东西都可以玩到很厉害，不过不是我在臭屁，我什么游戏都可以玩得很戳，这也是很不简单的。真发达哎！哎，一下就到了，你看看。我靠！怎么没有人跟我说？那刚刚那个地方死过多少人了、啊？我是比较好奇啦。现在怎么办？我超慌的嘞！靠，好险尚书大人一个机灵哎，不然我还不吃屎。正餐。哦，那个哎、欸，我按，哦天哪！该死的视角，哦天哪，我居然还活着！居然还活着！我居然还活着！干，我真的是机灵哎！我的妈呀！我干！
真是别闹了。死老头，不要惹我生气。哎，那个灵眼刚刚太早出来了，我看到了，小翁。灵眼快出来，我刚刚就看到你了，真虚伪。以前这个大哭我可打不赢哦，现在我居然还可以。不要不要不要再过去了。紧张。小心处理轮椅。还有，够了，这个死轮椅的，啊，这是二值哎！天，哎呦，干！我又看到人，看到人，这个真的让人害怕。哦，就是这里吗？死轮椅，臭轮椅，呸呸呸呸呸呸呸！给老子滚！哇，其实还蛮美的嘛，我是这样子想的。哎，干不错。真的，老灰啊，心机都超重。
隐藏通道的时间到了。有隐藏通道吗？为什么过去会怎样？过去会怎么样 ？Tell me, tell me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跑去那边跳？那会怎样？怎样会怎样？告诉我！我现在真的是好奇都快爆炸了。如果能，那里进去后会打，然后呢 ？Welcome home, good. 哇，圣剑个十百千万。哦，是哦，听起来好刺激哦。有脸越来越绿吗？不要胡说。差两千，崩溃了。对，而且重点是还死掉了，所以那一万还是喷了。哦，想到有什么，我去打救亚男。
没错，我的一窝外，一万没有了。我躺在被窝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那个一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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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真的，那个一万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，说他们人生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真是散尽家财。想想我那个一万要是有捡回来的话就发财了。唉，如果当时我那一万有捡回来的话，那应该是金山银山吧。哇，锻炼血宝石。啊，说到氧气人生，我妈叫我睡前要喝一碗，我也答应她了。不过我今天根本没睡觉，所以没有喝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好像要凑到咯，又在这边聚聚，也蛮尴尬。哎，两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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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那一万块，干，最后还是没捡回来。你知道我每一步我都走得相当的谨慎，不知道了，还以为我是在玩什么战棋类游戏嘞，实际上我玩根本是动作类游戏。我可以把它玩的每一步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跟仔细的思考，最后还是GG。哎，别说啦，这种东西真是太难过了。哎，我们那两万是要买什么？我自己买到忘记。Yeah.
DY 那个手的要12，我们看看我们有多少。What? Very well. Let me stand. 手要多少？现在是10，所以12。好，只要升两级就 OK 了嘛。Welcome. What is? Very well. Let me. 需求4900，估计打个10000多就有。没错，就是差我那10000，各位。唉，想到又生气。唉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从哪边进去？六八妹妹，哎哎，欸，我们下一关到底要去哪边？我真的找不到路欸。又没人知道我们接下来应该去哪里，我真的找不到路该去哪里。从大教堂去的灯点。好，跳工厂区爽打一番，你确定吗？我觉得我们根本就是被打的呢。你说大教堂？天啊！你们在玩的时候怎么知道接下来应该要去哪里？你们也是看攻略的吗？这游戏实在是……啊，是我们，也不是娃娃。温习一哭，爱怒轰动。我斗，知道吧？在乱啊！哇靠，他灯超亮欸，拿他的灯就好啦。还是进不去啊？确定是探索出去的吗？我们为什么老找不到路呢？有摇篮车欸。不想理那只鸟，之前觉得那只鸟是劲敌，现在觉得那只鸟根本来乱。吓死我了！
哇，这只这么强哦，哪里来那么屌的一只怪？那只是什么鸟？干超强的。嗯，滑。哦哦，这是支线吗？有人可以把我保出去吗？这是剧情所需吗？一定会出现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靠呗，他把我关起来也不关门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不是来添乱的吗？啊，还可以趁机拿好吃的。看看附近有没有可以。对他来让我们体验一下，是不是？好紧张刺激哦！那我们还出得去吗？大乔，感觉好危险，跑另外一边好了。快跑！啊，打不赢，我才不打王呢，谁理他啊？给他终止，我要先走了。哦，再去大教堂去，超可怕的，我还以为我死定了。反正现在刚好没回响，我没有这么勇敢，我们先去过主线。哎，真的哎，可是我比较想要找路，因为我一直在迷路。那个布袋哥还会再出来吗？怕打不赢，我们先来找路好了。啊，趁现在没有那个血什么的，我们先来找路好了。我们就什么怪都不要打，然后就一直走。干！那一只是必打的吗？那一只是必打的吗？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不想活了。
这时候上树大人超机智的。嗯，俺不记得有这么巧的怪啊。哎 ，How do you do？ 哎呀，哇，我被 combo， 我要死。站起来这么高、哦，我操！原来刚是蹲下。他下得来吗？好好奇哦。这是小怪哦。我打打看，啊 ，He's crazy！ 他疯了，他疯了。居然打得赢，是大一点的小怪。对，我慌了，不知道我该按哪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家伙大得跟山一样，然后跟咱们说是小怪。天哪，我可以解决这两只！我妈呀 ！I can't believe it！ 我居然捅得赢他们！哎，你看我的那个数字3333呢？单捅忘了。是小怪吗？我怎么看都不像小怪、欸。好，那我们去挑刚刚那一个。真的好像一座山哦，好可怕、哦！
算了，不要打他好了。我觉得在他打死，在我打死他之前，他会先打死我。我们先去探索吧。不要一直拿一万回响刺激我。您来到了正确的地方。他一直说翻滚很有效。真的哎、欸，翻滚就在前方，原来瘦的是呢，无聊，幼稚。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找新的地方。的确是蛮舒压的，也是啦。我们玩这个游戏，整个就超紧绷的。萤火的残留回忆，而且还拿那么多那个。哦，好迷路哦，我找不到路，不然去单挑那只王好了。还是打得起的嘛，啊，我还是打得起的。我整个胃都在紧缩了嘞。这边要去商店买那个、哦、买了还得再打一次。
对，没错，我一直觉得想大便。我们是要买徽章是不是？还是怎么样？这游戏真是无厘头啊，完全不知道在干嘛。一定要买啊！4000多块，不知道够不够啊？那我们不就还在打一次那个打 call 哎？好啦，不过我们有的是罐罐，有的是瓶瓶，是没错啊。属性也要钱啊，四处都要钱呢，滋滋。这边也是输压用的。乌鸦，天啊，天开始亮了，去跳旧工厂。好啊，我去，我应该可以用一个。你渴望着什么 ？Very let me. Okay, just go. My 什么？4900差300，没事没事。Good hunter, may you find your worth in. 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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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elcome. What is it? Very well.好像13嘛，还差12。你可以支援我了。又没有差，可不可靠都是。我们去跳旧工厂。哎呦，我操！你不是去上班了吗？你怎么还可以讲话？还可以走别条路？上班的人没有发言权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其实你要开新账号跟我一起打，这也不是什么问题。跑个屁呀、啊！哇，血丝碎片难怪跑这么快，突然能够理解。不是从这里吗？尴尬了，走错路。
到底在哪啊？到底在哪啊？我其实根本不知道路啊，我乱走的。干，全部都爬上来了啦，鸡歪。在这里等他。哎呀，刚刚那个地方，哎，挤歪了吧？我。我要崩溃了啦！哦，好烦哦！我只要想到大家都很规矩，一阶一阶爬，我都真是。哇，干！还有无敌状态。先看看有没有人。干，刚刚那个工厂区在哪里啊 ？You dead？ 还好啦，1800，我赔得起，10000就有点生气了。你说大教堂区吗？我去大教堂区看看。OK OK， 我去上厕所。好的，来吧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对，那三个出口。